佢哋喺大台一齐拍过唔少剧噶，仲出咗名 friend 个打 band 添。冇谂过古仔去咗拍电影之后，两个就会一下子冇晒联络。十年以上啦嘛。系啊，基本上佢去咗出咗嚟之后都真系少，除非撞过，我谂一两次咯。虽然孙圈同古仔都系大忙人。但是今时今日有电话就有朋友，怎会十年冇见先？可能大家的圈子不同，玩的圈子，其实我的圈子多数是我读书的朋友多一点，是的，那他会是做事的。同埋我不是很用电话的人，即是 send message 给他呢，其实没什么人是有我直接电话。3个字那就覆你了。我应该这么说，首先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直接打给我，那现在好一点，有什么有那些什么 chat 啊什么 set 啊这样。古仔有名，你叫 Mr. Cool， 想叫开佢把口讲句嘢都好有难度噶。点解两个人第一次拍餐餐有送家就可以 friend 到噶？咁咪啱晒咯。两个如果都成日讲嘢，好容易又争嘢讲啦，可能会嗌交啦。呢样最好就冇嘢讲嘅。唔系讲笑 ，TVB 年代同亲古仔拍剧嘅对手唔多唔少都会传下绯闻，唯独系孙圈只系俾人老屈过一次咁大把。成日同古仔做情侣，真系一啲 feel 都冇。因为佢真系冇兴趣，我又冇兴趣。啊，我唔知道你啦，我就唔得噶，我唔可以嗰日唔讲嘢噶。唔系佢都讲嘅，其实唔得噶，我唔可以嗰日成日讲嘢啊，大佬，好黐啊，真系。我好静嘅，其实。睇得出。